完了，灯泡坏了啊！佩奇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迎宾灯，安装好晚上的效果。当当当当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尹队长。都说奔驰的车那个灯光开起来感觉像夜店一样，先给大家展示一下。现在是白天的效果，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灯。先换个颜色，现在这是紫色的。你好，奔驰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喜欢红色。好的，我来改变氛围照明颜色。大家看一看，现在就已经变成红色了。这玩意儿得加钱吧？那必须的呀。再来换一个颜色。你好，奔驰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喜欢绿色。好的，我来改变氛围照明颜色。太真换了呀。那这个绿色还是挺好看的，但是要在晚上的时候它会明显一些。我现在是把它切换成经典的蓝色。你好，奔驰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喜欢蓝色。好的，我来改变氛围照明颜色。还是蓝色在白天的时候比较明显一点，而且它有一个更帅的灯，就是迎宾灯。一打开门的时候，在这个下面它就会有一个灯，会显示它的 logo。不过我们在 4S 店的时候问了一下，这个是需要加钱的，还是比较贵啊，所以我们就自己在网上去买了，现在已经到了。现在来看看我们自己能不能把它装上 ，Let's go。就是这个地方，现在白天看不出来，晚上的时候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效果。先给大家看一下奔驰原厂的迎宾照明灯的效果，就是这样的，它只是一个照明的作用，而且亮度也不是很亮。待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安装有logo 的迎宾照明灯的效果。哎呦，突然发现好像夜店啊。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灯，它没有什么 logo， 但是它可以稍微起到一点照明的作用。我现在去把我们买的这个灯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把包裹给拆了。这玩意儿好像还挺贵的吧，好像当时它又便宜的，便宜的就是60块钱两个，我们买的那个贵一点，好像是100多吧。也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啊，我有点期待。希望这个东西简单吧。它是两个放在一起的，哎，这里还有两根线。这个线是干嘛的？这样的对不对哦？它有没有左右之分哦？要把它拆开才知道，它两边的结构不太一样的嘛。这么翘吗？它没有口子啊。你会不会？有没有教学视频啊？我看一下卖家吧。刚才我们研究了半天，不会翘坏了吧？那你轻一点呗。这不行啊，这东西。毕竟它是送的。哎呀，不行哦！哎呀，它那个角穴视频砍切就是从这里敲的嘛。哦呦我操！这卡子都敲烂了。哎，这太垃圾了！你看，你看，直接敲烂了。直接敲烂过了。是不是要升警车店才开始施力哟？感觉它很软。要两个才得行，一个不得行，还得借助一下工具才行。我先把它卡进去。哎呦我，不是很好弄啊，这个东西还以为多简单呢。完了，弄花了。哇、哦，开了，这玩意不好撬，真的不好撬。嗯，小心点。哦哟，终于下来了。哦，就这样的。哦，它里面是有一根线的。看没有，是这样的情况。嗯。这就是奔驰原厂的迎宾灯，它应该就是卡扣吧？我看一下。哎呦。哎，那这个线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线啊？那肯定是直接对接啊，应该就这样哦。你小心别弄反了。哦，亮了。哦。不怎么亮，就不怎么明显。视频里面看不出来，只有在晚上的时候才能测试它效果了。看一下装好没，装好了不要按进去。有 logo， 我看到了，在门上面，你看。哦。在门上面可以看到。在没有在。哦，你放在黑色上面，它就很明显。晚上再跟大家展示一下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嗯。直接放进去应该。啊？稳不稳哦？有点点松，有点点摇晃。哎呦，这个尺寸是不是小了点点哦？哎呀，不管了。哦。好看就可以了。哦。看没有？不错不错。这确实原厂要精致一点，你看多漂亮。嗯。这买的这个东西，你看感觉有点廉价。啊？熄个了？它应该是那个嘛，因为开门那么长时间了。
敲坏了喂。那倒不至于，小心点哟。哎，这玩意儿不好搞。感觉这个很脆弱呀。幸亏有把刀哦。敲坏了，完了，真敲坏了。啊，佩奇。啊，真敲坏了，还送了个东西太垃圾了。各位小伙伴，我们是不是敲错了呀？不然怎么敲的这么费劲啊？是。哦，敲反了，没敲断吧？希望没有敲断，应该没事哟，应该可以装上去。哦，没事的，呵呵，不赔了。这原厂的，你看重一点，大小是不是一样的？差不多呀。那为什么刚刚那边那么松啊？这上面是没有任何 logo 的，你看这上面是有 logo 的，奔驰的东西。你看，你这线好硬呢，应该是这样。通一下电，这边也亮了。那就直接把上上去。这个比较紧，两边的这个尺寸不一样吗？打光在手上面没有多大的作用，就是好玩一点，好看一点。我们这个迎宾灯已经安装好了，等到晚上的时候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效果。本来以为安装的时候还是挺简单的，结果自己安装的时候发现还是有点难啊，也不知道我们的方法对不对。不过有一点小遗憾的是，就是左边这个门它不是很紧啊，右边的还好一点。左边这个灯千万别哪天突然掉下来了，那就尴尬了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迎宾灯安装好晚上的效果。当当当当，这个看起来还挺好玩的。这个帅得不得了啊。对，这奔驰把灯光玩明白了呀。你看看一下另外一边走，这是远看的效果。哦，门上面也有倒影，这亮度也不错。再给大家看一下车内的氛围灯，现在是蓝色，看看可以换哪些颜色。可以有64色，多色，调成这个颜色，红色、紫色，然后就可以变换白色、黄色、橙色。哎，其实这个绿色还是挺好看的，多色，看一下，多色它只有这几种颜色。你看，这是红蓝相间的颜色，还有这个是深海蓝，飞跃之夜，大漠晚霞，它也可以变成这种动态的多色的。你好，奔驰。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我喜欢蓝色。好的，我来改变氛围照明颜色。每次语音声音都这么大的话，如果在公共场合，好尴尬呀。再从车里面到车外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效果。各位小伙伴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这个灯估计有点耗电吧。现在我们车的显示电压是 12.6， 好像好看，就是比较费电啊。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点击关注、转发、评论、订阅哦。